但我是对的，我的宝贝，无敌，宝贝，他的什么宝贝？创造奇迹的机械，绝非，不可能。看来。 宝贝就是指那台装置了吧？烂醉如泥，哼！哦，这扑面的酒气。小姐，请容我用翅膀为您扇风。太好了，也给我扇扇。当然。各位，我在附近看过了，没有其他人在。很奇怪，不是吗？ 愚人众是一个组织，这里却只剩这位。而上一次来，我们甚至连这位也没找到，甚至就连上一次那位胖胖的先生也不见了。我猜，他们躲在其他地方。至于原因，恐怕就要问眼前这位了。可是他醉得像头死猪一样，我们是不是还要等他？降下惩戒的圣权。 小姐的意思是拿水浇他。听起来不错，我们试试。呀，他睁眼了。喂，你是愚人众吧？ 能不能告诉我们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那台装置究竟有什么用？愚人众，愚昧无知的高层，你后悔了吧？否定我的研究，逼我来到无人岛做实验。 宝贝，宝贝，怎么还哭了？感觉他也受过很多委屈。蔑视我和我的宝贝发明，你们不懂得未来的胜算。唯有我的发明能让大家征服世界。 傻子，傻子！不要打我，我不上实验室了。对不起，不是故意。不行啊，这个人疯疯癫癫的，根本没法交流。第一天我们见到他的时候，他还不是这样。看来是在后几天受到了进一步影响。 最终也陷入疯狂。我的手稿，手稿，只有这个能救。手稿在哪里？别凶我，飞希尔，你别凶他呀。哼，那。 换我来，亲爱的先生，看着我，告诉我，你把手稿藏在哪里了？好可怕！不要逼我写报告，走开！不会吧？他完全沉浸在想象中。我来吧。
失礼了。屁股痛痛，脑子好像动起来了，不是浆糊了。能告诉我你把手稿放在哪里了吗？手稿在那边的石缝里。说了，太好了，不然我就要对着他的耳朵来一曲摇滚了。万叶似乎犹豫了很久才对他加以制裁呢，真是心地善良。各位，先把手稿找出来吧，就在附近的石头缝里。恭喜诸位，已寻得解决问题的关键。我看看，果然，这组名为“只感拟态”的装置能对人脑产生影响。制造者就是前面那个研究员，他名叫佩尔西科夫。从手稿来看，愚人众上层并不支持佩尔西科夫的研究，甚至认为他走了弯路。但佩尔西科夫非常坚持要将已成型的装置投入实战，为此他托关系调用人手，将整组装置拆分为多个部件运到无人岛上。真亏他们能找到这座岛啊，果然不能小看愚人众的情报网呢。佩尔西科夫一意孤行在这里展开实验，参与实验的成员大都是愚人众下层士兵，他们签署过风险知情书，看来他们真的认为这组装置能为愚人众带去收益。装置的原理是什么？那恐怕就是顶级机密了，手稿中并未详写，但佩尔西科夫提到这组装置是仿照某位神明的全能制作而成，意思是有一位神明的全能和这些幻梦有关，而且愚人众还进行过了相关研究。对，否则他们无法模仿神明的全能。总而言之，佩尔西科夫的实验过程并不顺利，装置启动后没几天就出现了故障，他们试图维修，没想到毫无技术的愚人众士兵直接把装置搞得一团糟，连最最重要的晶核都被弹飞出去，不知掉到了哪个角落。可见维修是一项多么重要的工作，请各位量力而为。虽说佩尔西科夫是个科学疯子，却也不想看着自己的部下遭遇不测，再说如果不解决问题，他自己也会发疯。情急之下，佩尔西科夫孤身一人外出寻找金河，可他是个体弱多病的研究员，根本没那个本事，只得放弃。跟着佩尔西科夫竭尽全力找回那些因疯狂而走散的士兵，把他们带到隐蔽的山洞里。登岛那天我们遇到的应该就是这个阶段的他们。佩尔西科夫带着一个身材健壮的愚人众士兵，对，佩尔西科夫花了很大力气将士兵们都聚集到洞穴中，开始想办法唤醒他们。他使用音乐诗歌，但都没什么用。我记得我们来过这里一次，那天谁都不在。这么看，佩尔西科夫就是在那天把所有人召集到了山洞里。最后几页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。好消息是
佩尔西科夫从疯狂的士兵口中问到零零散散的信息，拼凑出了金河的所在地。而坏消息是，佩尔西科夫没能唤醒他们，随后他自己也受到影响，陷入了疯狂。手稿最后几页都是他发疯一样的乱涂乱画。如此看来，这份差事又落到了我与家臣们头上。手稿里有张地图，这上面标明的应该就是金河所在地了。没其他办法了，我们加油找回那些金河吧。
哎，就是手稿中提到的金盒了吧？Hoi!
齐了，快点把金盒放回装置里。行了吗？应该是吧，反正手稿是这么写的。稍等片刻吧，希望他能恢复正常。这是我们修好的哦，你们应该谢谢我们。要不是被这些事打扰，我们本来可以度过一个完美无缺的假期。哼，还不快过来向本皇女和诸位家臣致歉。啊，不不不，我先走了。喂喂，别丢下我，赫尔西格夫先生还在那里，快回来救他呀。那两个人看起来很清醒，看来修复成功了。太好了，那我们别待在这里了，我想回自己的营地继续度假。嗯，但我现在觉得那里也是属于我们几个的营地了，就像临时的家一样，嘿嘿。那里或许该被称为幽夜净土，即都督王国大使馆。哎，不要了，好难念，我还是喜欢用记得住的名字。走吧走吧，我们快点回家去。家里大吃一顿，又在躺椅上躺了半天，总算是放松下来啦。幽夜净土的招待，汝还满意吗？还喜欢。喜欢就好。小姐，请诸位家臣过来，不仅想让各位见证我等圣国的降临，更是想让各位放松身心，欢度夏日。真好啊，我好喜欢这里，这次真是来对了。这里应该成为永远的乐土。小姐的意思是希望以后还能与你们一同外出游玩。一定，等你们有时间也可以来璃月找我，我带你们四处转转。啊，对，璃月最好吃的饭店是我朋友家经营的，你们肯定喜欢。要是想听戏也可以去找云锦，她人很好，又喜欢结交有趣的朋友，你们或许会在戏剧话题上很合得来。哦，秦燕青极力推荐，我确实开始感兴趣了呢。旅行者，
我有个想法。道奇有种小吃叫做烤井瓜，配着鱼肉风味也不错。今晚不如我们也试着把水果和海鲜一起烤，如何？是在道奇吃的吗？那太好了。我也打算像你一样，四处游历，广交好友。承你吉言。你们在这儿啊？我发现一个问题，虽然我们已经修复装置，但你看，那些小岛上的幻境并未消失。我也察觉到了，考虑到幻境诞生需要时间，消失可能也需要。也是一种可能。说起来，我的水占盘倒是完全恢复正常，可以用了。刚才占卜的结果也没有太大异常，只是占卜结果中有些看不懂的东西，似乎有某种力量围绕在我们身侧注视着我们。是装置造成的吗？还是佩尔西克夫？抱歉，我也不清楚，只能确定这股力量目前不具有攻击性，应该是对我们没什么恶意。虽说接下来没有干扰，可以尽情享受假日了，但离开海岛之前，我们还是要多加小心。我也会每日占卜的。我答应过费希尔会担任守卫一职，我也可以帮忙。好，拜托了。唉，谁让他们那么无忧无虑呀？这次的事，我多操心就是了。我明白了，是要联络麦唱的，对吧？哎呀哎呀，你们终于联系我了，还以为你们玩得太高兴，把我彻底忘掉了呢。不是啦，麦唱的，我们遇到了很奇怪的事哦。奇怪的装置，甚至能模仿神的能力。愚人众还有这种计划吗？真是异想天开啊。听你的口气是不知道这事了。我只是个酒馆卖唱的吟游诗人而已，怎么可能知道这些？这家伙又开始了。不过撇开这些，旅行者派蒙，这次你们玩得开心吗？开心，吃了好吃的东西，看了很多奇妙的景象，很不错哦。那就好。旅行的意义在于记录心情，只要能给你们留下难忘的体验，这次旅程就有意义。至于那个神秘的声音，虽然不知道是谁，但至少他没有让你们受到任何伤害，还让你们了解了彼此，对吧？从这一点说，他或许带着善意，否则他都能截断爱丽丝女士发明的通讯工具了，一定也可以成功袭击你们。麦唱的说的对。能让你放心些就好，你们就尽情地玩吧，等你回来别忘了将海岛上的美丽幻境仔细说给我听，我想把这一切美好回忆记录下来，写进诗歌里，每个夏天都会成为一段难忘的乐章。
那就等你回来了，假期愉快。既然麦昌的说不要紧，应该就没事了吧？毕竟不管怎么说，麦昌的也是个神呢，我们应该相信他。那我们回去吧，别让大家久等了。刚才飞仙儿还说要去抓螃蟹，我也想去。解决这次事件的你，是否感到满足快乐？别担心，我不会伤害你。倒不如说，我只是一只偶尔飞经这片海域的小鸟，正从遥远的地方望着你。只是偶然，这里竟然有与我相关的力量。我感到好奇，便降落在海滩上，悄悄窥视岛上的一切。真有趣啊。尽管忙于公务，那些来到海岛的人居然也会露出真心实意的笑容。而后到的你们更不用说，带来了璀璨的梦境与美丽的意志。你们的幻梦犹如海面上的气泡，剔透而脆弱，越是动人的泡影越让我好奇。我不能出远门，很羡慕你们这些自由自在的人，所以也帮着做了一些小设计，希望你们喜欢。我说了，我没有目的，只是一只小鸟罢了。留在这里是为了欣赏你们的喜怒哀乐。你是个特别的人，散发着别样色彩，我实在好奇才以这种方式与你沟通。不必在意我的名字，或许未来某一天我们会在别处相见，到那时你应该会认得我。喂，你在干什么呀？快跟上。